它榨过油，没有它的养分更够，因为豆科的植物它氮肥很多。用黄豆渣来当肥料，天然有机。但是因为这个是有我们有放一些益生菌在里面，所以它不会臭，它就像酱油那样非常很纯的香味。樱花长得很好，樱花樱花呀。其实樱花不能吃。不，等一下先大副讲一下，很脏哦。就有这一道菜，就有这一道菜了。我们看到糖糖。流行在自己家里。啊，那我先大副讲了。小糖糖。大姑娘看糖糖跟蚱蜢，好小只的糖糖。大姑娘有没有看到？喜欢很聪明。大姑，大姑，去啊！糖糖跟蚱蜢，那边也是蚱蜢，你们两只蚱蜢你有没有看到？一只螳螂嘛。两只螳螂。那两个是蚱蜢。有没有看到？大部分有没有看到？两只哎，对啊，两只在叠在一起。有没有看螳螂？高丽菜。这个对，高丽菜。高丽菜螳螂还没有。对对，还没有结包。威力哥，太假。威力哥，哦，大只带小只。耶耶耶耶耶耶！带只大小只哦，那两只哦，那两只。螳螂啊，有两只哦，这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里有，你看那个那里哦，那里有没有？有，再跑，再跑。他是台湾是假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他不是土节虫。你看，耶，是螳螂哎。讲的那么露骨，你知道讨厌。这他什么？真的他说什么？他们在交配哦。没有啦，他只是妈妈，他那上面那只比较小只，妈妈带小孩。妈妈带小孩啦，两只。对呀，那个那么小只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？舅妈，你讲这干嘛？他说的，他刚刚说那两只在交配。这是正常的啊。啊，走吧，往前。走了，走了。